中医药电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一定输赢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做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，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遮个侪侪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800297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80029797771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中心的电话台8002979777138，咱来继续看社会新闻哦。这个吼、哦，大部朋友哦，逐工都要翕相啦，也被拒绝收起。要来追回伊的这个送伊的这个车啦，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自由时报高雄报道吼，即件伫个高雄诶，从事电脑业的这个马来西亚籍的这个连线的这个商人，控告电视的这个酒店小姐，伊讲哦，伊假讲要结婚，啊来诈骗到179万块，诶，这个零字。轿车啦，那么电路就讲对方无到两天就要要求做爱一遍安尼啦，需求哦无多，伊感觉讲哦真无趣味安尼啦，即无愿意回去甲伊住安尼啦。那么高雄地检署认为讲，连个即个查甫上车是家己心甘情愿的。电路嘛无使用诈术啦，处分不起诉，迄台车煞了去。那么过路的诈欺无成立啊，这当然未成立啦，因为送给人的物件，你家己要送给人的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
年纪差不多40岁，人生华侨住伫高雄市，因为生理的这个关系，经常来台湾接洽这个洽商商务就对了。哦，并伫去年12月伫高雄市四维路这个香格里拉的这个酒店，熟识到27岁甜食的这个小姐了后，开始来交往。那么去年3月之间，连个希望讲甜女会当以结婚为前提，甲伊来交往安尼啦。甜女虽然答应啦，但是以女人年华容易老为由，要求讲要买一台179万块的这个凌志轿车，啊，甲价值800万块的这个。这个厝结为为结婚做准备安尼啦。同时，另外伊因小弟仔伫读书，啊，甲厝内人需要用钱，要求每个月爱7万块，而且个生活费哦，拜托个。哦，7万块生活费呢？哈，啊，佮有厝，佮有车，一个月佮爱予伊4万块安家费，那么人生的这个互相在讲啦，刚去一年3月下旬，伊租一栋大楼合伙体，互因两个人住的这个生活安尼啦。在隔当过过10日，在甜女催促之下，买了一台吼，这个。算讲轿车啦，登记伊的这个名下了后，甜女曲的孙阿借口，名里的这个老师甲因老母啊，伫讲30岁了后才适合到这个结婚安尼啦，一再拖延伊的这个婚期啦。同年11月间，甜女又搁以伊的这个生日为借口，外出找人庆生了后，就一去不回安尼啦。后来又搁讲要转去台中照顾啊，因车祸的这个老母安尼啦，哦，逐项都要破病，我都来安尼啦。那么由于这个找袂到哩，所以连呢惊一个感觉，无啥共款哩，上网去搜寻，在这个甜女面书发觉讲。伊甲另外一名的这个查甫合照安尼啦，并吼温暖哦，对方这个老公哦，甚至会算啊三宝，另外向车商订购120万块名车，的这个信息安尼，连这个查甫才知影讲啊，受骗安尼吼。转咧收起，倒来较高安尼啦。但是这是过袂行啦，过袂行，这过袂行吼。虽然讲伊骗别人，骗别人，你都要提出证据啊。这法律就是安尼，迄是另外一件代志。啊，你的代志，都话咱第一讲，你家己要送予人诶，对毋对啦？迄无话讲诶，吼。那么甜女都。甲这个检察官讲啦，伊讲结婚甲送车是连个主动提出的，毋是伊要求的。那么两个人谈恋爱，住做伙，得要一年啊。了后因为做爱的这个代志，吼，爱的孙阿娘来反面安尼啦，因为连个这个查甫啊，无够两工吼，就要做一遍安尼啦。那么连男阿哥讲啊，宝贝，这个月5遍吼，会用个搁再3遍吗？安尼啦，伊听了吼，都真无兴趣啊你，所以吼就无转去安尼啦。那么何叫阿哥这个银行的这个簿啊，这些物件？
啊，搁伫个连连个即个厝内哩，连个虽然承认为了做爱即个代志，曾经甲甜女啊来拼命，但是好人无到两工就要一变安尼啦。承办检察官伫个讲啦，连个买进口车了后，甜女搬来甲因住差不多七个月，遮尔啊久安尼。那也是伊有伊阿要诈骗，摕到汽车了后，就当远走高飞啊哩。那么甜女因为个性袂合，拒绝转去安尼啦。甲早起个性要紧无共款，认定罪证不足，吼、哦。连个昨受访的时阵表示的，从请教律师了后，要搁再对本案。对本人表示意见安尼啦，啊，你搁袂行啦，对不对啦？都免读书啦，报告哪搁会行？你公车坐的，你都物件买予人的时阵安尼，人有搁甲你同居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因为的时阵安尼啊，做爱这个代志啊来反目，当然啦，这嘛无算伊讲伊是欺骗啦，拢你讲对毋对？这简单就是安尼先，好来。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这个时光也让你无所不谈。谢谢，拜拜。